哎呀，小鱼儿多好，多干净。进吧，看看我们的多传统的俄罗斯族家庭，轻易自己打的酸裂吧。这是纯手工制品的，都自己勾的。周末了，带我爸他们出来放放风，到我们这儿恩和俄罗斯族民族行。我们每年都会上恩和这边来玩的。别看我就是俄罗斯族，但是到这边来还是会被这边的气息。哎呀，就感觉这些小房多好看，看不这些俄罗斯族家庭。今天上那个瓦伦金娜奶奶家来看一看，她家的房子弄得特别的漂亮，一直都是在视频里面看到她家。我爸老感叹了，跟着像家里以前那样。仓库了啊、哦！完了，那个这是我那些衣服准备送的。当仓房设计的多好 ，flag。哎，这都是纯纯的俄罗斯的东西。我爸找到童年的感觉了。这是桑拿房，我们的那个俄式桑拿房。以前我家那个是那个搭个石头围的那个。这不是石头吗？对，完了坐在这儿有蒸汽。有个人家就这么矮，完了一圈的石头，一圈石头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就弄了这么洗澡的地方，多好！这个冬一烧，冬天也能洗哈。哎呀，可热乎了，炉子就轰起来了。到我们额尔古纳，尤其到了恩河这边，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俄式桑拿房，感觉老爽了。想不想大冷天，外面冒着白烟，里面冒着热气，蒸一下子啊，贼爽！到我们这边来，就是品尝俄餐呢，感受一下这个俄罗斯族家庭是一方面，有不少人都慕名而来，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种俄式桑拿，拿柳条抽打的，就是那种的，很舒服，相当于按摩了，边抽边蒸着汗蒸，太板正了这。这是青姨自己弄的棒子。你自己摞的呀，这些东西都是啊，是呗，都是我自己摞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呀，看看多板正，这可大工程啊。这些累的实在不行了，这些完了休息休息再摞。哎，真能干，爸，你看人家摞的这板子，自己弄的，你进来你瞅瞅，老板正了。听你的小资生活，自己画画还能看电影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太有书香气息了。看看这玩意儿才是咱们的这老祖宗的东西。对，啊，喝奶茶的。但是看电影这个准备换一个地儿，我这儿就是买上柴火篮子了。啊，然后我这儿自己垒一个那个壁炉，多会生活。这一块是啥呢？这块这个大桌子可以画画、写字。这不就是梦中的家吗？带我爸来寻找童年了，童年的记忆。青姨她的俄语名是瓦林金娜，你看人家家这么大，也不是餐厅，也不是住宿的地方，就纯纯都是自己喜欢，一手弄下来，我都舍不得走了，太感觉太好了，多对生活的热爱才能把家收拾这么干净。